不要难过啊。哎，刚刚的东西真的好好玩哦！啊，我也觉得。哎，他们其他人去哪了？有的话提出啊。我去找他们好了。大家一起去找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去就好，我去就好，等我哦，等我。哎，你们不觉得他很奇怪吗？明明现在大家人手一台 iPhone， 不会拿来打电话，只会打传说。好了啦，不要理他们了，先不玩吧。好吧，等他再集合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走吧，走吧。好远啊！妈妈出来玩的，她总是会带很多零食来给我们吃。妈妈，真希望我也有妈妈可以带我出去玩。妈妈，我想你哦。羞羞脸哎，好，奇怪了，我怎么觉得我们玩的有点太晚了？啊，等一下，干嘛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再留一下哦。等一下，一二三，说拜拜。一二三，拜拜。啊，快点走！我们还会再见面吧？应该可以，应该不会。再见面。那好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忘记谁了呢？没有吧？有心结，有心结。算一波大过。其他人嘞？其他人嘞？来了这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要给我生日的 surprise， 对不对 ？surprise。可是我的生日还蛮久的。怎么知道？到底去哪了？二月三十。到底去哪了？我高兴呢。去哪了？都不会这样的哦。哇，好累哦！哦，姐姐等一下啦，我跟不上。有东西弄弄痛你啊。没有。可是我们不要再不行，再拖下去我们就会被关起来。我再快点吧。我不想再被关起来了啦。自从妈妈走后。这一切都变了，爸爸也是，还有我的体重，我真的来不及了，我走了，好不好？走。再看，那两个，我才一下子没关注他们。他们就到处乱跑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下一次我一定要更加的看好他们才行。好远，我家好远，好远。哦，很恐怖啊，很怕啊！我要开门喽！啊，不是啊，小弟，爸爸妈妈刚刚在家，求求你，耶稣、玛利亚、观世音菩萨、小弟的手，爸爸妈妈不要在家，哦，
太俗语，还有一个零号，等等，他走了都，不要再过完，哦，去哪？哦，出问题了，外面视线很危险，你们就是不听，现在怎样？让我猜，一定是你吧？当姐姐可不是这样当的吧？哇！你怎么看到我了？哎，你又不是人，是人。No no no！ 我是爸爸，小强是你。没有你这种爸爸，我现在只需要你去死。在说什么？